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猪猪姐玩自拍越玩越上瘾，已经到了魔人境界。这张不是太好，我们在那个亮光。少女矜持还是有，拍不好就重拍，而且还要即拍即列印。已经67岁的洪秀柱常被说跟不上年轻人的潮流，不过其实呢，现在最流行的口袋相机呢，其实洪秀柱也玩得非常的上手，拍完再加工，不止去边还加字。哎，我会美肌啊，啊，这边可以选，对，要美肌才会好看呐，换一个框啊，跟刚才那个不一样。年轻人疯什么，洪秀柱也跟着玩什么。年轻人呢，有新发现会马上告诉我，那当然连线跟年轻人连线。新玩具洪秀柱玩3次就上手，紧绷选战，洪秀柱难得放轻松，在镜头前独家大解放，玩自拍拉选票。记者戴婉玲、叶伟玲，台中古关采访报道。